孙子答对了，恭喜公子。好，最后一题由你们两位竞猜啊，请看题。白蛇过江，头顶一轮红日，乌龙上臂，身披万点金星，打两物。姑娘先请。这个姑娘要是一时想不到的话，在下斗胆先猜了。稍等，这个灯谜有两个谜底，上联的白蛇过江，头顶一轮红日，指的是油灯。对了，油灯。好，恭喜姑娘。公子可猜到下联，乌龙上臂，身披万点金星，谜底是一杆秤。公子答对了，恭喜公子。哎，二位打了个平手，但是我花灯呢只有一盏，下面就增加一道谜题，请听谜面。解落三秋叶，能开二月花，过江千尺浪，入竹万竿峡。为了提高这个谜题的难度，我就不告诉你们提示了，二位请猜。谜底是风。恭喜姑娘答对了，把灯送给姑娘。恭喜姑娘。公子请留步。姑娘有事？刚才若非公子提示，我也不能猜中谜底，所以赢得这盏花灯还要多谢公子，只是还未请教公子尊姓大名。在下刘子固。姑娘能够猜中谜底，那是你自己聪明，言谢刘某，刘某实在愧不敢当。既然蒙公子承让，那花月也遵守承诺，陪公子一起赏月看灯。姑娘误会了，在下提示姑娘只是因为自己想得到这株兰花，又恰好成全姑娘，就顺水推舟，两全其美。你的意思是你对我并无好感，也不想陪我一起逛灯会吗？姑娘的美貌确实世上罕有，刘某也颇为欣赏，今晚愿意陪姑娘赏月看灯的人想必也不少，只是刘某确实有约在身，无法陪你，告辞了。哦对了，还没跟你说谢谢呢，谢谢。我是被拒绝了吗？花灯会只放了水灯，岂不浪费了良辰美景？你来了。让你久等了吗？没有，就等了一会儿。开始放烟花了，那咱们赶紧走吧。不急，我先带你去一个地方。越是潮汐的喧哗。
这些都是你做的吗？喜欢吗？嗯，很美。虽然没有精美华丽的花灯，没有热闹繁华的大街，但这就是我们的小花灯会。可是你昨日才游历归来，今日又费心做这些，那你的身体吃得消吗？外出游历跟为你做事都是我自己愿意的。再说了，我们那么久没有见面，为了博你一笑，我什么都愿意。可是你这一次外出游历了好久啊。想我了？才没有呢，我只是想知道你这次出去游历又发生了什么事，又学会了什么东西。太多了，我这一路上遇到的好玩的事儿，要是都跟你说出来，恐怕我三天三夜都说不完。不过这次出行确实让我的眼界开阔了，我第一次知道原来世界那么大，那么美，山川湖泊，高峰大海，还有那么多未知的事情在等着我。如果我自己能选择的话，真想一辈子都过这种无拘无束的生活。你干嘛这么看着我？我觉得你和别人都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？街上的富人都想尽办法赚钱享乐，穷人为了糊口拼命地耕田种地，书生也都是拘泥于那些文章八股，当官的就更不用说了，连睡觉都想戴着乌纱帽。而你却跟他们都不一样。不是不一样，只是人各有志，每个人都应该按照自己选择的方式生活。那我一定要选择跟你一样的路。哦，对了，差点就忘了给你看这个了。好美的兰花啊。知道你喜欢兰花，机缘巧合就得来了。谢谢你，我最喜欢兰花了。气如兰兮常不改，心若兰兮终不移。我对你的心意就像这株兰花。行，子姑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是我不对，我是太想你了，才会这样。对不起，子姑，你我尚未有名分，我怕别人说闲话。没关系，我明白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给你一个名分的，等着我。啊，姑娘误会了。在下提示姑娘，只是因为自己想得到这株兰花，又恰好成全姑娘，就顺水推舟，两全其美。你的意思是你对我并无好感，也不想陪我一起逛灯会吗？姑娘的美貌确实世间罕有，刘某也颇为欣赏。今晚愿意陪姑娘赏月看灯的人想必也不少，只是刘某确实有约在身，无法陪你，告辞了。花月，你起来啦？嗯，你这花好漂亮啊。哪来的？我早上花市买的。买的？你不是都自己去采花吗？我今天想起来就去了呗。你可不要破坏它啊，这兰花可是很娇弱的。嗯，我去柜台帮忙了。阿秀，子姑，你怎么来了？
我看见前厅没人，我就自己进来了。那还好，你不能待在这里，要是让我爹发现就不好了。跟我来吧。啊。子固，现在该怎么办啊？你又不能从前面走，也许我爹他已经回来了。但如果你从后面走，要是我爹在后院被他看见了，岂不是更完了？你又笑什么？我急得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即使让你爹知道的话，也没什么问题吧？我爹一直都不喜欢你跟我往来，他对你是有一些误会，所以现在还不是时候告诉他我们之间的事。哎，你还没告诉我，你今天怎么会突然过来？我是来看看你把这个花照顾得怎么样。把心放肚子里吧，我定会好好的爱护他，浇水养护。我可是很细心的照顾他，因为看见了他，就像看见了你。阿秀，你真的是我见过最温柔的女子。我看见你的时候，一刻都不想跟你分开。不行，子固，这样有违礼数。阿秀，没有人会看我们的。哎呀，子固不好，不行，子固，你快点放开。哎呀，别怕嘛，没人会看到我们的。哎、子固，阿秀，爹，你怎么没敲门就进来了？阿吉，嗯，别愣在这儿。到楼上看看。嗯。爹，你在找什么呢？嗯，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楼上，楼上，没有。说，刘子固人呢？刘公子。啊。刘公子怎么会在我房里？哎，老爷，我亲眼看见小姐把他带进来的。刘公子怎么会来我这儿？你最近眼睛是不是有问题？上次看到老鼠，说是狐狸。爹，你怎么还相信他呀？老爷，老爷，我真没说谎，我真的看见小姐把他带过来了。老爷，老爷，我真的没有骗你，我真的没有骗你。阿吉，知道老爷为什么疼你吗？不知道，老爷最疼我了。因为你乖，你愿意跟老爷说实话。老爷，我说的是实话。好，没你的事了，回去吧。跟爹说实话。是不是背着爹跟刘子固有来往？爹，你听谁说的？镇上有很多人跟爹说过，说你和刘子固有交往。今天，爹且不管这件事是真是假，但是爹今天郑重地告诉你，我不允许你跟刘子固交往，明白吗？刘公子哪里开罪爹了？爹为什么这样讨厌他？爹不是讨厌他。爹是非常的讨厌他，一个读书人不用心读书，无心考取功名，整日只知道画画弹琴，此人终难成大器。爹对他的评价就一个字：不学无术。他并非不学无术，他经常游历四周，见识广博。爹今天感觉到了，女儿长大了。女儿长大了，爹第一次感觉到，你真的长大了。好，爹今天就跟长大的女儿理论理论。过来吧。
也长大了，爹就好好跟你聊一聊，聊一聊什么是男人。男人就应该立业成家，男人就应该有担当，男人更应该自食其力，而不是这把年纪还伸手向家里要盘缠。就这种人，他还配做个男人吗？等生活起来，你就知道了，他口中的游历、学识，生活中能换几斗米，换几根葱。爹，你想的都太迂腐了。怎么跟爹说话？爹怎么迂腐了？爹这就叫迂腐？你长大了就应该这么跟爹说话吗？那你跟我说说，生活什么时候离得开柴米油盐酱醋茶？迂腐，迂腐，我能把你养这么大？为了一个臭小子说你爹迂腐，这些年我是又当爹又当娘，把你拉扯这么大就是让你站在这里，为了一个臭小子说你爹迂腐啊，你这样做对吗？爹说这些话都是为了你好，知道吗？你是爹唯一的孩子，唯一的女儿，爹难道能害你？爹是过来人，他能骗得了你？他骗不了爹。你爹那么凶啊，吓死我了。你别再装了。你挺无聊的，捉弄人你就那么高兴吗？谁让你要隐瞒我的？昨天晚上还偷偷跟那个刘子固相会。我也不是故意要隐瞒你，只是我爹一向不喜欢子姑，我总觉得越少人知道，我就越有可能跟子姑继续相会。相爱却不能相见，的确是件很痛苦的事情。不过你爹竟然那么讨厌刘子姑，那你们是怎么暗中相会的？哎呀，刘公子，扇子我买回来了。好，辛苦了。谢谢。哇，为了见相爱的人，真是千山万水都不能阻隔啊。花月，对了，你是怎么知道那兰花是子固送的？昨天晚上你说你要去观摩别家的花灯，但是却打扮得花枝招展的，我一看就知道另有内情，所以我就跟在你后面也去了灯会，但没有找到你，却遇到了猜灯谜的比赛。你是不知道那些男子啊，个个都为我倾倒，我就知道只要我花月出马，谁会不被我迷倒呢？不过就是那些男人脑子太笨了，居然一个都猜不对，直到遇到了刘子固。我跟你说，你是不知道刘子固真的太聪明了，居然可以跟我不相上下。这位姑娘，
你是？才不消一日你就把我忘了？还记得在灯会上你让我拿了头奖，才让你得到兰花赠送佳人呢？原来是你啊。哎，阿秀他，子固，他是我好朋友花苑，这里是他家。原来如此，那真的好好谢谢他。嗯，子固在这里。阿秀是我的好朋友，干嘛这么客气啊？花苑他可聪明了，他已经替我们想好，说以后呢就以采花为名离开店铺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在这里相见了，这样你们就不会被阿秀的爹发现了。子固还是要谢谢姑娘。花苑，你的大恩大德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报你。没关系的，我呀最受不了相爱的人不能长相厮守，相爱的人就应该在一起嘛，开开心心的。好了，我就不打扰你们了，你们聊吧，我走了。真无聊，怎么连手都不牵？不看了。哎，对，这个呀，这个做工特别讲究。老爷，来看那把。哎呀，您真有眼光。哎，阿杰啊，嗯，小姐去哪儿了？小姐去采花了。您看那儿。哦、哎呀，好了好了，阿吉，不要摆弄这几把破扇子了，都收起来，扔到后院的杂货堆去。哦。老爷，为什么要扔掉啊？哪有这么多为什么呀？姓刘的这小子送来的都是破烂，谁卖呀？谁会卖呀？哎呀，拿走拿走，我看着就心烦。老爷，可是这扇子扔了多可惜啊，平时都卖不出去，可是小姐在上面画了几笔就有人买了，小姐画的还是挺好的。啊，等等。这些东西都特别值。没事吧？没事儿。你现在把我给气死了，你就高兴了？我们什么？你们？你们居然用他送来的扇子互通消息！要不是我看见了，你们还要瞒我多久？爹。女儿不是有意要瞒你的，只是您一直对子固有偏见。我对他有什么偏见？就冲他干出这种偷偷摸摸的事情，我就没有看错他。他就是一个衣冠禽兽、不学无术的混蛋。子固不是你说的那样。那是什么呀？他饱读诗书，知言得理。哼，对女儿更是礼数有加，从未越雷池半步。今日之事，虽然有欠妥之处，但若不是爹坚决反对，我们也不至于出此下策。我与子固是真心相爱的。我告诉你，从今天开始，你绝不能和刘子固有来往。要是我发现你们再有来往，我非打断你他的腿。阿吉，阿吉，老爷，你叫我。从现在开始，你给我盯住小姐，寸步不离。是老爷。好了，你别哭了。喜欢刘子固的人是你，又不是你爹，你不用管他的。不行，他是我爹。我爹从小就对我很严格。我知道他是为我好，我娘早逝，是我爹一个人抚养我、保护我，让我免受伤害。即使是面对子固，我理解我爹的担忧，
我不生他的气，只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那你就听你爹的，和刘子姑分开呗。我不能和子姑分开，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说服我爹。我爹要是能接受子姑就好了。其实这正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可以让你好好的考验一下刘子姑。考验子姑？为何要考验她呀？男人的真心都是需要不断考验的。你想啊，如果他要是真心的爱你，眼下这么一点小小的困难又算得了什么呢？你看，就别说是你爹关你的这一堵墙了，就算是万丈深渊，他也会爬过来的。万一他爬不过来呢？我是说，刘子固如果真的明知你受困煎熬，还不能想尽办法与你相见的话，那就说明他是真的不够在乎你。对于一个不够在乎你的男人，你又何必终日为他食不下咽，寸断肝肠呢？怎么了？你对他没有信心吗？我相信子固。阿秀，没想到你还挺有耐性的嘛，被关了这么久都不嫌闷。我当然想外出走动，可我爹盯我那么紧，又不让我跟子固见面。阿秀，你别这样嘛，刘子固他肯定会来找你的。阿秀，你在干什么呀？我在装裱客人送来的字画。哎，啊，这样的画也能裱起来啊？我每天都能画好多张呢。看来文人墨客也是很好当的嘛。这客人送来装裱的字画都是这个样子的，这世上哪来那么多文人墨客？我记得第一次看到子固送来的字画，我就被吸引了。子固的画能画出山水之俊峰柔美，将情感都融入到字画之中，使人望其画便知其情，是旁人所不能比拟的。你看你一提他就这么开心。我是在认真跟你讨论字画，你怎么又借机拿我打趣啊？哎，那个是什么呀？阿秀，这是客人送来挂饰的绳子，有的时候断掉或是坏掉，也会拿来让我们修补。这是什么呀？头上的。真讨厌。我就知道是你，你怎么知道我在杂货店？你这狐妖狡猾多变，我如果不用此方法，怕是不能逼你现身吧。我在你出没的树林里撒下磷粉，当然知道你在哪里。原来是这种烂把戏。还有，以后你不要开口闭口就说我是妖，我可是灵狐，是女娲座下四大神兽之一的灵狐族。哼，身为灵狐却疑惑人间是罪加一等，我今天是不会放过你的。
小狐狸啊，别挣扎了，这个结界你是冲不破的，准备受死吧。你这个臭道士，凭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找我麻烦？你以为你是道士就可以滥杀无辜乱开杀戒吗？你迷惑世间男子，然后抛弃他们，令他们为情所伤，为情所亡，你太残忍了。哦，你是因为我滥杀无辜杀人如麻才想收了我？那当然，卓云是修道之人，从不滥杀无辜冤枉好人的。那你今日不问青红皂白就收了我，他日却发现我并没有害过人，那你就是滥杀无辜冤枉好人。不如我给你一个机会，让你证明你的决定是否正确，如何？假如我这双手并未沾过血腥，那你就放我走。你又想使什么花招啊？你刚刚不是说我满手血腥杀人如麻吗？可我这双手却是洁白无瑕的，不相信的话你可以看看啊。好啊，那我就让你心甘情愿的受死。怎么会这样呢？卓大道长，这回你信了吧？如果我曾用这双手杀人沾过血腥，所飘起来的不会是白烟，是红烟吧？这怎么搞的？所以请你也遵守诺言，打开结界。花玉，就此告辞。哎，花玉还有一事相求，请卓大道长不要再来找我麻烦了。哎，小狐狸，如果让我碰到你害人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怎么回事啊？这是。阿秋，子固，你看那白伞好好看啊，我喜欢那个颜色的。混蛋，你喜欢那个？谁允许你到我家里来的？出去，出去！哎呦，给我出去！出去！你给我出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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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给我出去！杨老爷，你不要误会了，我跟阿秀……你跟什么阿秀？你跟什么阿秀？阿秀跟你没有关系，不准你叫我女儿的名字。说两句。爹，你先让子固把话说完吧。爹，有什么好说的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爹，干什么你们？放开我！我跟这臭小子单独说两句。放开呀！爹。阿金，把小姐给我带回房去。是，快，小姐，小姐，快走吧，小姐，子固，快走吧，小姐，子固，小姐，子固，走，走。臭小子，你还敢硬闯我家？姚老爷，说，你真的是误会我了，我是真心对阿秀，我一定会对她好的。我告诉你，你记住了。我们之间没有什么误会，我就是不喜欢你，就是讨厌你，明白吗？你现在说什么我都不会信。还有，这就是你的那些破扇子，哼！从现在开始，我这儿再也不会帮你卖这些破扇子。离我女儿远点，永远不要来找她。别逼我，我可是什么都能做得出来。滚，快滚！
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呸！出去吧，小姐，真的不行，这样的话老爷会怪我。阿吉，我求求你了。不行，小姐，你别这样了，我不理你了。花月，你回来就好了，你昨晚没事吧？没事儿，都怪那个卓云。哦，对了，阿雄，刚刚那个人干嘛把你关在这儿啊？子固来了，我爹不让我出去。你说，我爹不会真的把子固的腿给打断吧？不会啦，子固肯定已经走了。你怎么知道啊？我的经验啊。如果子固是真心爱你的，就是隔着千山万水，他也会来见你一面的。这可不行，这不合乎礼数啊。这有什么不合礼数的？想当初啊，那些男人追求我的时候，有的人为我翻越雪山，有的人为我涉足千里。如果刘子固真的喜欢你的话，他就是应该回来找你。老爷，爹啊，刘公子他走了。哎，你这孩子怎么回事？能不能不要让爹失望啊？他走了，永远的走了，再也不回来找你，明白了吗？永远的走了，爹求你了，收收心好吗？收收心，收一收心，可以吗？看住，小姐。子固他走了，他真的不要我了。秋风清，秋月明，落叶聚还散，寒鸦栖复惊。相思相见知何日，此时此夜难为情。明日深时，愿于树林中小屋一见。子固上，你看你啊，刚刚还哭得梨花带雨的，现在却笑得百花灿烂。还不是你说子固离开就是不再爱我，害得我。我怎么知道啊？我怎么知道他离开是为了想见你啊？不过他还是挺有办法的。可是我爹看我那么紧，要如何才能赴约呢？你当真想要与他相见？嗯，我当然想见他。无论如何都要见。对，无论如何都要见。嗯，我最喜欢看见有情人相亲相爱的。放心吧，我肯定会帮你的。嗯，